因屏东邦山弓足感染，重点两个村，18岁以上体检阴性的村民，拢要注意防射。中油高雄大拿场海上油管破片，即马发现有大量油污，嘛流到恒春的海域。美国发生热气球弄到电线掉落来以外，5个人死亡，事故原因搁伫调查。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6月27日公司中道新闻，我是欧芬良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着疫情。在屏东邦山发生群聚感染案，已经有12个人确诊，在其中有6个人确定是印度 Delta 变异株。自今日开始，连续续3天要来针对着重点的2个村，18岁以上体检阴性的村民，拢要来注意防射。乘客号码牌叫着号才入去注射，避免人潮群聚。屏东县从礼拜开始连续3天设立着疫苗快打站，要帮凤港、善宇这2村18岁以上采检结果是阴性的村民来注疫苗，希望提升着保护力。全民防堵印度 Delta 变异株，礼拜五过，规天会当帮450位村民打疫苗注了。是会怕还是恐惧？会。可是无做嘛袂使，也可以了啦。县府统计到26号暗时，邦山地区体检站体检了913人，其中一个人快筛是阳性，加上 PCR 是阴性，已经知影有445个人 PCR 是阴性，其他搁咧验。嘛，因为快筛站人伤济，县府会搁增加一位伫嘉乐国小的快筛站，预估伫下晡来启用。早上是善宜村，下午是凤港村，这样的一个村里合格的施打对象分流，那避免造成群聚，创造了一个地理名词的病毒，对吧？把屏东污名化，这一点我们当然感到，我作为地方行政首长，我更有义务来捍卫。馆长表示，暂时来看这个动线的代志，像是真平稳，也是顺利，有可能在2天半内底，这2村的村民疫苗都会当注了。呼吁外界唔通阁污名化屏东，也是任何有疫情的县市，屏东县会努力把这个风线守护掉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，屏东报道。即摆印度的 Delta 变种病毒伫屏东出现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呼吁中央要来采取着入境的人拢爱做体检，至少2摆方式。另外，新北家庭运销合作社爆发着群聚感染，已经有19个人确诊。张孝坤一讲，今日开始营运，要有阴性的证明才会使入场。即摆人流嘛要做管制，来减少一半。新北市泰山区的家禽运销合作社爆发群聚感染，总共19人确诊。伊在那休息一天了后，自七透早开始正式营运，按阴性证明才入场。市府也派人员管制，将人流降在一半。在整个运作上，也不要受到民生物资的影响。那一切运作目前为止还算顺畅。至于在整个确诊者19个，我们特别列入居家隔离有77个。针对肉品市场，市府加强体检和做疫苗，希望有效防堵病毒扩散。也伫深坑集中检疫所设远距医疗虚拟病房，照顾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确诊者。透过视讯，无需要甲确诊者接触，等接受医生的治疗。那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现在有吃药有好一点啊，可是也是好像没有力气。这样一个虚拟病房，其实可以减轻整个医疗的负担，让医疗让人能够针对重症来加以处理。所以这个心理病房其实用在整个社区的大型感染，在集中检疫所不够用的时候，也可以在家来做监看他的健康情形。针对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入侵屏东，目前有6人感染。侯友宜呼吁严格执行入境破筛至少2摆，除了入境采取 PCR 检测以外，该如隔离进行还要做1摆 PCR， 彻底将病毒隔绝伫境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到近前苗栗有真侪间电子厂爆发群聚感染，即卖因为迄边的疫情有较转好，行完顶业者拢陆续复工。不过，伊讲迁回去宿舍的过程是有够混乱的。县政府就讲，行完电子有提出复工的计划，不过宿舍是违规使用，而且是第3摆被人举报，无要排除会断水断电，甲加重灾患。
该毒建立一缸大包细包，准备回到工作更为的高加班。你宿舍内底买经有白酒的一缸，苗栗警员店主的一缸群聚感染有较缓和了后，向管务来提出复工计划，一缸嘛开始上下班。你要去上班吗？上班。警员店主伫五月底爆发外籍义工群聚感染的事件，当中也全面停工三天，中央也进行 PCR 检测，一千外外籍义工也被居家隔离。经过真侪处的 PCR 采检，双方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健康状况是真好，嘛陆续伫复工。不过做伙做工课半个月完工，还是有淡薄烦恼。会怕？会怕吗？会还是会有一点点。他们说没事就没事吧。嗯，反正大不了公司再说一次嘛。苗栗管护表示，真侪间电子厂陆续提出复工计划，其中金源电子已经得到许可。26号拜六暗时啊，已经陆续伫运作。不过违规使用的宿舍还是照常予伊降大，甚至一大就是500人，已经接到第三度的通报，准备前往稽查。加重行为人30万。然后土地所有权也会加重到15万。管库表示，今晚店主将原本用都是厂房停车空间的1到4楼，违规使用做宿舍以及办公室。只有5楼是符合规定，目前已经接到举报，确认违规的事实了后，将会加重裁罚，甚至是断水断电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国内关心，面对着一摆 Delta 变种病毒威胁，台北市长郭文鼎是讲。变种的病毒已经有伫屏东出现，不过唔知影是毋是已经有传到别位。台湾的疫情真无简单，才跌落来，即阵却是面临 Delta 变种的病毒侵入。中央提出防疫计划，包含对英国、秘鲁这7个入境的人，一律带伫集中检疫所。台北市长郭文鼎二日坦白讲，台湾防堵采取80/20的法则，代表控制范围比关键少数较低。这种印度变种病毒还是会侵入台湾。我倒也不认为说一定要求加零哎，到底到什么程度哈？我们台湾的这种社会的管制要怎么调整？我觉得这是讨论的题目。对着即阵出现大家要抢注注册的疫苗现象，郭文鼎认为主要是无人愿意负责，所以讲台北市府的授权医生来决定，即个疫苗注射拢会登记，方便备查。相信医生的伦理了，不会太只要哈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备查。不会太离谱了，写一个什么候补名单的城市也不是不可以的，那我们就还在写一个城市，然后再弄得很复杂。你代表市府是不是采纳政府委员同方开发的疫苗地图？郭文鼎讲，有一年外的准备时间，为安怎一开始无提出用？7月开始注射无得到疫苗，北市府管制上又要用即阵的系统。中央的系统要上线，还是先教育训练的，所以我想。大概不是说一个月内马上就可以完全上线。7月1号要开始开打的这个莫德纳疫苗，你知道吗？在台北市原则上还是用目前的系统啊。至于以后的事情，就看那个试用那个中央的那个系统，就看试用结果再说吧。莫德纳疫苗这边配送，郭文鼎讲，未切一手掉就抢未住，稳比紧更加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指挥中心宣布开放18岁以上的人会使注文来德康要注有村的预防针，啊，不过各县市的规范拢无啥共款，咱做伙来了解。为了要避免新冠预防针开放了，若是现场的人注好，还阁有村会浪费。指挥中心宣布6月25号开始开放各医疗院所，甲每天最后一罐预防针所存的量开放给目前数列外的人员注。严格中央报答了后，各县市的做法无同款。像新北市开放27间病院、29区的卫生所、177间合约诊所，规划执行。民众会当敲电话或者是伫咧网络顶登记，对象是第1到第12公会住的人员，一个18岁以上的民众。同时，村里是优先提供予原本开放的对象甲病患名单，那是一个村在开放予候补名单组。桂林市宣布，村内量无侪，无开放有效；新竹县也无开放一般民众有效，只干那提供予1到10个对象住。台中市是将村内第一优先予7到10个公会人员住，接下来则是18岁以上的民众。台南市是将村内量集中，甲医疗院所讨论要安怎有效住。高雄市会依照住的地点，以65岁以上的是大人，一个1到7个公会人员优先。
由主辖单位依照名单通知，强调最后一款有风险开关的原则是 A Z 爱六个人以上到场，莫德纳爱九个人以上到场。彰化县政府公告是列车对象甲65岁以上的时代人优先，将平常麦克卡电话来有效。宜兰县卫生所伫咧2月头开始开放电话有效，第一批1800个名额已经满啦。管库讲第二批剩的量会看进行做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关心中油高雄大拿场海上油管破气，暗可传出污染的范围变大。恒春议会讲，有油污已经流到恒春的海域，可能会破坏到垦丁的生态。中油讲，正正因为海上无搞偌好，才会让油污摊开，即马已经加派人力清除污染。中油高雄大拿场海上输油管破气污染的案件，这几天随着风雨，海上污染的范围扩大。屏东琉球区议会23日公布一张卫星翕像的相片，发现这污染的所在一直改变，而且范围是越来越大。依照海污法，责成中油接手负起除污的一个责任。屏东县环保局召开紧急的一个应变会议啊，在会议中呢，也强烈要求加速进行除污作业。中油海上油管破气，二日迄天，这污染上早出现的所在在屏东小琉球外海，所来真侪油一路向南漂流。如果出现在青城的外海，一度有290平方公里。二楼大量油已经出现在山海鱼港、甲红叉坑的鱼港沿岸，甚至连白沙海域有增高的油臭味。当地民众烦恼讲，这个油继续向南漂，恐惊影响后壁湖南湾这所在。中油表示，由近前南部大雨，海上无好，才无法度来切除这个污染。强调已经加派人员来加速除污的作业。今天起哦，2-3天之内能够把岸际的油污能够清理完哦。珊瑚礁岩里面有一些浮油的话，会随着潮汐的涨退，它会带一些油出来。那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设备跟人力，一有状况我们就执行回收的作业。中油表示，有海上的这油无马上清出来，已经出现磷化现象，回收处理困难。这阵暂时用吸油棉加杂油素来抢救，强调已经动员15架工作船，超过400名的人员，奈何这个油的污染继续扩大。垦管处表示，初步观察就在表面漂浮，甚至破坏水下全湖带的生态，必须等到这油完全清除完毕了后，而且专家学者来调查，并且向中油来要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下来关心，在云林有30班就发现，最近送到北部的菜红腿超过30%，因为北农的事件，消费者拢会惊，将红腿的菜拢变做无效。另外，第一西的果菜市场，未来针对着逐天出力的摊商，也佮有农民组织，毋忙会使来争取新主预防下。被摕回来的蔬菜，工作人员将塑胶套啊拍开，搁倒咧另外一边菜篮，准备将这个菜摕去报销。因为根据云林蔬菜通路商和3小班发现，受了北农爆发空气感染事件影响，陆续菜被摕倒来，这成本拢爱家己吸收。本来一般像即卖咧落雨，照理拢是会起价的物件。本来阮是拢差一天交货量拢差2-3万包，但是变成这两天啊，因为北市北农的关系，变成消费者恐慌，变成一天差不多伫几千包啊左右啦。啊，这电话另外表示，近期菜被摕进来超过30%，但其实为着要做好防疫，蔬菜包装完要运输前，拢阁会消毒，请消费者放心。但近期受到北农事件影响，蔬菜交易量占全国1/5的西里果菜市场，嘛无因咧做切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目前是先，今天开始，我们先做所有我们摊商，还有包含我们6-7栋的一些农民，我们先造册。我们这是未来说所有的资料，我们先造册之后，我们是之后有农粮署有疫苗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是希望能够帮我们所有的摊商，还有我们那些农民，可以争取说优先可以施打疫苗啦。最主要还是要以施打疫苗最重要这样。西里电工所表示，西里果菜市场员工79人，全市场的单位有880担，每天固定在市场处理的人数超过3000人。虽然近期已经有货运司机分工大约200人，已经有施打疫苗，但要处理市场买菜的人，大部分拢是来自各县市，各需要农政单位提出更加完善的防疫配套，以降低人员风险。各种有利无得。过来看到这波疫情冲击到基层，也佮有弱势民众。
无所在住的家友，和真侪人拢烦恼因的防疫准备。正经更加发生过家己住的老大人伫厝内过身，才防确诊的事件。嘉义火车站伫疫情三级警戒了后，冷冷清清，那是有旅客也是真紧快速行过，无停留。不过有一群人却长期驻守伫遮，一寡家友看到熟悉社工来到。本来的云南他们今天我都赶快来发发物件哩，啊口罩无够，已经买保护哩，哦是是，口罩保护哩，哦是是，啊讲你伊这内底一礼拜有十四台，啊你像你怎啊垃圾嘛，你来换掉，啊云南你来靠，你会再多一个，我多一个，啊，无够，我来换礼拜过来，疫情三级警戒，民众会当讲拢无出门，也毋过家友却踮伫户外，也不便接触到各种的过路人。所以社工甲市政府最近加强对家友的关怀，因毋但请一位家友，逐工替大家量体温。社工例行性的方式甲物资发放，也为逐个月一摆，加强到一礼拜一摆。有吃的啊，也有那个洗肥皂啊，有的没有的啦。还有口罩啦，重点是口罩啦。现在那个武汉肺炎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自己也会那个啊，也要保护自己啊，常戴口罩啊，不要那个，尽量不要跟人家坐在一起啊，这样保持距离这样啊，然后要消毒。为了让环境更加安全，市政府在家有活动的范围内，尽量加强消毒，维护大家健康。在这款的保护之下，社工认为已经大大减少家有加做疫情抗碰的记录。因为现在他们工作也少了，像一般他们镇头还有一些清洁的工作，现在都被暂停了，甚至餐厅洗碗盘的工作都被暂停。那他们也只能在他们原本。就是栖息的处所那边附近做休憩而已啦。家友也是疫情之下被迫停工的受害者，也安尼因减少因为刷叮当造成的掉病风险。在这一阵啊，市政府也特别注意每一位家友的动向，加强关怀因的移动卡者。希望家友未变作防疫抗棒，共度一名疫情之下耽误人，需要更加多爱甲鼓励，互相体谅，互相帮忙。在疫情摊开的时阵，同齐努力度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印度 Delta 变异株造成本土感染，大家拢真紧张。即马台大病院就决定，六月二九开始要来取消伫厝内办公，全部的人拢爱伫内病院上班，买最好防疫措施。疫情严重的时阵，台大为了保留医疗量能，降低手术甲门诊的作业，并且为了维持基本的营运，采取分层分流甲特殊办公。严格即阵确诊的病例数，最近无明显的上升，民众就医确实开始增加。加上依赖当年第一剂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96%以上，而且已经过两礼拜啊，有保护力。所以讲，经过医部会议决议，要求全体人员后日起回来病院上班。台大医院的门诊哦，从本来预约降到2000多，他们是很有需求，所以我们慢慢让他们回来看。疫苗等我们2周以上，装备现在都充足。然后是慢慢开始，也不是一下子都恢复到本来的门诊。台大表示，观察最近疫情有较低，而且顶礼拜五、拜六门诊的就医人数已经升到2500到2600人，所以讲这礼拜开始手术量加门诊量拢会开始慢慢来增加。而新冠变种的病毒 Delta 侵袭全球，就连屏东芳山乡对秘鲁回来台湾的祖孙啊，也是去喂着印度的 Delta 变异株，意思在特殊检疫时喂予厝边。官府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，这个芳山阿嬷甲厝边两个确诊者伫出门倒垃圾时阵有挂嘴安，而且身体无接触，只是拍一个招呼。在之前，中国更加出现一阵，跟他接触14秒就去喂掉病例。所谓病毒传染力比较强，大部分是说它适应人体细胞比较强，或者是说它繁殖的速度比较快。它的那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如果足够的话，那个飞沫传染，毕竟它是有一定的重力，在一定的范围会掉下来，所以它的传染范围不会更大，只是说。它可能比较少的病毒会不会让你发病而已。Delta 的病毒由于是上呼吸道传染，
所以它的传染力非常的强，比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染力还强了60%。在集中检疫所里头，即使是你去给他送饭或者给他探视的过程中，基本上都有可能因此而造成传染，所以应该要多加几次筛查的动作。医师认为 ，Delta 恐怖所在就是产生重症的几率高，症状甲感冒真像，造成专业人员无多来分辨，而且传播率真紧，所以讲要依照去年的应变方式来加强检查、增加检验，并且增加疫苗注射速度，才有法度让这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关心，热人就要到啊，用电量有可能会搁再创下新高。不过，核电厂一号机可能会伫6月底提早停机。台电是讲未影响到供电，嘛讲停机无代表独立，因为相关的环评审查还未通过，原能会无法度来发独立许可。核电厂的一号机运转即条在年底到到期，伊有反映炉内底用过电了无所在通气，无倒来退出，要提前半年来停机。万年会预估时间大概在6月30左右，不过在发电确实也未摕到独一个许可。这段空窗期一号机未过在真高温，这种跟它维持着安全管制强度。相关的安全系统要把它确保，就是要维持住，依照运转的规格，当然是所有的维护跟操作的品质，就是要符合核能的品保要求。其实台电一直设法延长一号机的运转的时间。那是以100%满载来发电，3月就必须来停机。后来公路改拆除，一步一步降到80%运转，才计划出3个月时间。冬季用电量一直创下纪录的5月到6月。不过面对即要来的热天，减少核力的一号机，大约2.4%的发电量，用电根本真安嘞。不论是白天的尖峰或者晚上，我们都有一些替代的上去了，所以刚好衔接的好。而且我们有几部大型的大修的机组啊，在7月初也会慢慢的归建，所以供电应该没有问题。台电表示，有核废料处理真麻烦难解，核二厂一号机将爱面对无得运转到到期的困难。那新北市政府无同意搭设的独存的相关计划，欢迎炉内底燃料无得提出来，就算进入毒液，也面临甲核二厂相关的问题。万年会指出，核二厂的毒液许可要等相关的环评审查通过了后再来核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来关心，香港当初有游艇起火意外，连附近的船拢被烧着。现场至少疏散超过30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去到中烟，人无爽快，送去病院。即马火已经拍花。伫画面顶头会使看到火一直伫烧，也个烟一直伫呛。当地的消防官员是讲，一开始是2架船起火，后来因为风势开始烧着附近的船，初步估计受损的船可能有30多架，详细数量阁要落水调查才有法度来确定。阁来看到伫美国这边，里头有发生热气球弄着电线落落来意外，造成5个人死亡。事故的原因阁伫调查，无排除是因为风烧头造成的。热气球对真高的所在落落来，看到人翕到这惊险的情形。美国新墨西哥州上大城市阿尔伯克基，里头发生热气球弄着电线了后落落来事故，顶边的3个查甫、2个查某全数不幸罹难，年龄在40到60岁中间。We know that we lost 5 community members today, and 4 of them were pronounced dead on the scene. One of them was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, and they were later pronounced that they had succumbed to their injuries.美联社报道，这个意外发生在大约7:00，热气球飘伫个电线顶面，扭断至少一条电线，一度造成13000伏的停电。吊篮对30公尺高的所在落落来，落伫个老热的轨道上，并且着火烧起来。热气球是一路飘走，最后是落伫个卡架厝顶。Around seven, you know, we were just getting in the car when we heard a loud bang. My reaction was tell my girl to get down.I didn't know if someone was shooting or what. I don't think they suffered. I think, you know,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, it was already, they're already were gone because there was a big electricity spark. 警方表示，强风加热气球杀向电线，造成热气球导火落来。严格确切的原因，由等待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加警方共同来调查。初步报告预计会在几礼拜了后才有结果。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。
咱们下一同今天的生活，咱再会。